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儿编织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简单好织的菱形小花的棒针花样。好，这款花样基本上全是用上下针编织完成的，我们用来编织男士毛衣还是挺不错的，很精致的一款花样，同时编织帽子也是可以的。它是四针一组花，我们起针就起四的倍数加三针，然后再加两针编针，也就是四的倍数加五针。花样呢是八行一个循环。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。示范呢，我这里是起了17针，三组花，也就是4×3+3+2。来看第一行，编针，我们先织一针上针。好，这是边上的针数。下面重复要去编织的部分是，我们线下划一针，也就是直接挑下来这一针不织，然后织三下。好，这是一组花。我们继续重复，线下划一针，挑下来不织，然后织三下。好，线下划一针，再织三下。好，始终重复线下划一针，三下。最后剩的是边上的针数，我们同样线下划一针。好，一针上针，一个边针。看看第二行，编针，先织一针上针。好，这是边上的针数。下面重复要去编织的部分是线上划一针，划的还是刚才第一针划的那一针，在第二行接着这样给它划下来不织，然后织三上。好，重复这个组合，线上划一针，三针上针。好，线上划一针，三上。好，最后边上剩线上划一针，一上一边针。来看第三行的织法，边针我们就织一上一下。好，下针我们是划的那一针，在第三行是织下针的。好，就重复这两针，一上一下。好，就重复一上一下循环织过去。划针在这一行是织下针的。一下。好，最后一上一边针。第四行的织法，我们全织上针。针法很简单，基本上都是重复的针法。给它循环织过去就可以了，这一行。来看第五行，因为这个花样你看是错位排列的，这样是错位排列的，所以从第五行开始，我们把花样给它错开。编针，先织一上两下，好，这是边上的针数。下面重复要去编织的部分是线下划一针，花样针同第一行花样针是一样，然后是三下。好，重复这个组合，线下划一针，三下。好，最后边上剩线下划一针，两针下针，好，一针上针，一边针。来看第六行，编针，三上，好，线上划一针，好，这一针是在第五行划下来的，在第六行接着给它划下来，好，重复这个组合，三上，线上划一针，好，继续三上，线上划一针，好，最后边上剩三针上针，一边针。来看第七行，编针我们就织一上一下，就重复这两针，一上一下。
滑针我们在第七行是指下针的还是？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啊，最后是一上一边针。第八行反面行，也就最后一行的编制，我们就全是上针就可以了。那都是基本上都是重复的针法。好，这个花样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。这是反面行。你看，多次记住才能显出它的效果来，就像那种隐形的菱形格一样，编织男士毛衣、毛背心都是挺不错的。好，下面你就始终重复1至8行的编织循环去织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再见。